嗨，大家好，又同大家见面啦。我湾区接阿强啊，咁咧，我今日带大家嚟到广州市嘅南沙自贸区，我带俾大家嘅咧就系我哋嘅敏捷上品国际啦。咁咧呢个地处咧就喺我哋嘅南沙港里边，哦喺进港大道呢条非常之繁华嘅大道上边。好啦，咁我就而家带大家入去介绍一下。嗨，你好。嗨，你好。系阿小六。系你好，你好，你好。嗱，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咗小六同我哋介绍呢个项目嘅。系啦，咁大家好，我系本本嘅销售，我叫小六啊，大家可以叫我小六得噶啦。咁咧就呢边咧就欢迎大家嚟到敏捷上品国际啦。咁好開心咧，就今次咧同大家去宣傳我哋一個樓盤咯。咁呢邊就幫大家講解一下。係、okay, ，好，唔該曬。嗯。好，咁首先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呢一個敏捷集團嘅。咁啊，敏捷集團咧就喺全國咧，佢係融入一個房地產開發60強嘅。咁咧就你可以睇得見嘅，我哋喺四大品牌、20多個城市同埋100個精品項目嘅。咁其中下邊咧，佢有列出一個非常之多嘅一個項目，這個只不過是以上咧就係一部分產品啫，包括我哋廣州嘅敏捷上品國際咧，就係而家我哋一個項目咯。敏捷廣場同埋其他非常之出名嘅，比如話中山嘅錦繡海灣城啦、肇慶嘅敏捷城啦，同埋非常之多嘅一個項目，陽江嘅黃金海岸啦，呢啲都係我哋項目嘅一個重點開發項目咯。咁咧就敏捷品牌咧喺廣州咧、中山、佛山、肇慶、湛江、陽江、江門咧，咁係非常之多樓盤咯，包括我哋以上列出咧都係個別樓盤啊，仲有咧我哋項目咧就有兩大品牌啦，一個敏捷，一個同埋叫錦繡嘅。錦繡咧佢係做一個住宅為主嘅，咁敏捷品牌咧咁佢係做一個商業體為主嘅。敏捷咧就總部位於廣州嘅番禺咯，咁佢2013年到2020年咧，佢係獲得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嘅。2017年到2020年咧，獲得中國房地產開發100強嘅。2008年到2019年咧，獲得廣東地產資訊20強嘅。2011年到2017年咧，成為廣東扶貧一個紅錦杯嘅獎嘅。咁2015年到2020年咧，係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一個穩健型嘅前10名嘅。所以咧，我哋呢個品牌咧係非常之有實力咯，因為佢喺全國嘅各個地方咧，佢係多達100多個精品樓盤嘅。係，咁按敏捷咧就覆蓋咗5大產業咯，咁啊旅遊咯，同埋一個開發咯，同埋一個醫療教育，同埋一個扶貧啦，呢啲咧都係會有嘅，係。咁咧就敏捷品牌咧喺廣州咧、中山、佛山、肇慶、湛江、陽江、江門咧，咁係非常之多樓盤咯，包括我哋以上列出咧都係個別樓盤啊，仲有咧我哋項目咧就有兩大品牌啦，一個敏捷，一個同埋叫錦繡嘅。錦繡咧，佢係做一個住宅為主嘅。咁敏捷品牌咧，咁佢係做一個商業體為主嘅。敏捷咧就總部位於廣州嘅番禺咯。咁佢2013年到2020年咧，佢係獲得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嘅。2017年到2020年咧，係獲得中國房地產開發100強嘅。2008年到2019年咧，獲得廣東地產資訊20強嘅。2011年到2017年咧，成為廣東扶貧一個紅錦杯嘅獎嘅。咁2015年到2020年咧，係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一個穩健型嘅前10名嘅。所以咧，我哋呢個品牌咧係非常之有實力咯，因為佢喺全國嘅各個地方咧，佢係多達100多個精品樓盤嘅。係，咁按敏捷咧就覆蓋咗5大產業咯，咁啊旅遊咯，同埋一個開發咯，同埋一個醫療教育，同埋一個扶貧啦，呢啲咧都係會有嘅，係。嗯。Okay. 咁就跟住落嚟咧，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區位咯。咁咧就敏捷上品國際咧，就係處於我哋南沙唯一主幹道順港大道嘅中段上嘅。咁我哋上品國際咧，周邊嘅一個商業配套咧，同埋一個交通咧，非常之完善咯。咁就首先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交通。咁我哋敏捷上品國際咧，就處於我哋順港大道嘅中段上咯。咁咧佢有7條公交車線可以通往成個南沙嘅。咁咧門口有一個，其中咧就有一個可以通往我哋蕉門地鐵站。呢度咧都係我哋南沙嘅公交車總站嚟嘅。咁咧佢有非常之多嘅線咯，可以坐到直達廣州南站咯，又可以直達廣州白雲機場，包括深圳嘅一個寶安機場嘅。係佢嗰個線路咧又比較多選擇咯。咁就地鐵方面咧，我哋4號線。藍色呢一條，綠色呢一條，咁啊，佢從黃村
直接到南沙客運港嘅，係咁有兩個站點咧，距離我哋比較近。金州站咧，我哋項目坐公交車過去四個站，去到蕉門站五個站，一個時間咧就比較大概十分鐘以內嘅一個車程咯。包括地鐵十八號線咧，佢係今年開通嘅，從萬景沙到廣州東站，直達白雲機場嘅。十八號線咧，全國唯一一條時速160嘅地鐵，非常之快咯。咁以後咧，佢會連接十五號線嘅一個規劃線。十五號線咧就係紅色呢一條啦，咁都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咁有兩個站點距離我哋項目會比較近咯。蝴蝶洲站咧，距離我哋項目大概係400米嘅一個位置。啊，仲有一個叫冬瓜魚，冬瓜魚距離我哋項目咧大概600米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咧就後期咧，我哋地鐵15號線咧，佢係直達南沙客運港嘅。南沙客運港呢邊咧，佢係同埋國際郵輪母場。郵輪母港啦，同埋一個南沙遊艇會咧，佢都係融合為一體嘅。咁咧，而家呢邊嘅一個航線咧，係直接開通咗到深圳寶安機場咯。以及到深圳嘅一個蛇口啊，包括呢邊嘅到香港國際機場大概50分鐘嘅一個時間。到香港嘅一個中港城大概係75分鐘嘅時間。而家喺微信上邊都可以買嗰個船飛，非常之方便咯。呢邊水上巴士。係咁咧，就包括我哋一個深中通道咯，佢係預計2023年開通嘅。咁咧就從中山到深圳咯。咁開通咗之後咧，喺南沙嘅一個龍穴島係非常之方便咯，可以直接過嚟我哋南沙嘅。啊，咁咧就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金州商圈。咁我哋呢個項目咧，處金州商圈嘅一個中段咯。深藍色呢一個商圈咧，就係我哋南沙最主要嘅一個商業體同埋一個。衣食住行全部都係集中喺呢一度人流啊！咁咧就我哋項目咧叫敏捷常敏國際咧，係敏捷集團喺南沙打造嘅一個全新商業項目嚟嘅。咁我哋項目往東邊咧，全部係一個大型嘅住宅樓盤為主；我哋項目嘅西邊咧，全部係一個商業配套咯。啊！咁我哋往西邊睇咧，華匯國際廣場、金州步行街、中環廣場、金沙廣場、金州廣場，全部都係喺我哋項目嘅。西側嘅，包括萬達廣場咧、豐信主購物中心啦、真功夫總部啦，係包就喺我哋項目咧，步行5到10分鐘嘅一個距離咧，完全可以過到嚟我哋項目嘅啊！所以咧，我哋一個衣食住行咧，包括喺呢邊都係非常之方便咯。包括醫療咧，我哋項目後邊中山大學南沙第六分院、南沙分院就大概步行5分鐘嘅一個時間，包括以及而家南沙嘅一個中心醫院啦。啊，都係非常之方便咯，就一個醫療都係比較近嘅。本身我哋項目咧有30000方嘅一個商業配套咯，咁所以咧佢嘅一個衣食住行咧，可以話喺本項目都可以完成，以及以後嘅一個15分鐘嘅一個路程咯，都可以喺呢邊嘅完成嘅。好，咁咧就首先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項目咯。呢個項目咧係敏捷集團喺南沙打造嘅一個全新商業體嚟嘅。咁咧佢係佔地咧4.78萬平方，總佔地面積咧就非常之大咯。咁啊，佢本身有3萬方嘅商業配套咯，同埋佢個建築面積係多達25萬方嘅。佢係由6棟商業樓組成。咁我哋而家個目前一個售樓部位置係位於6座。咁咧5、6座咧，佢以後咧係一個3層高嘅商業體咯。以後嘅一個。超市啊，或者同埋一個餐飲啊，都係可以喺我哋本項目去完成咯。咁2座、3座、4座同埋我哋1座咧，係一個商業公寓嚟嘅。咁2座同3座咧，係我哋目前已經賣曬嘅。最主要目前係而家賣緊4座呢邊嘅一個5米層高嘅產品，佢有面積咧就59方到93方為主咯。包括我哋項目嘅1座咧，就係後期咧下個月咧將會加推嘅。係咁咧，就呢邊咧我哋一座呢邊咧，後期會項目加推，包括4座呢邊咧，就目前而家在售緊嘅，全部都係5米層高嘅，可以做複式2層咯。咁我哋咧都係無坯交樓為主啊。咁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呢個樣品間啦。咁就同大家介紹下而家個樣品間。咁呢一個咧，我哋大陽台高5米啊，可以做複式2層嘅樣品間咯。咁咧佢係1樓係成兩房。兩個客廳，咁樓上咧係2個房間，佢做嗰個中空咯，非常之温馨嘅一個小面積嘅，佢面積咧係58方為主嘅呢一隻，咁咧佢陽台咧係直接對應我哋一個花園小區嘅，咧後期咧我哋呢個居住環境咧係非常之舒服咯，係可以參觀一下我哋一個小區。
而我哋嘅一個商業環境咧，佢係有一個小區配套咯，係，所以佢一個環境咧都係非常之優美嘅。咁咧，我再跟住入到嚟咧，我哋咧係有燃氣嘅，後期咧係可以做一個燃氣嘅廚房咯，同埋包括我哋一個而家嘅一個非常之温馨嘅客廳咧，好似喺一個小別院入邊啊，咁佢做咗中空，樓上咧係兩個房間，咁咧我哋呢邊可以跟隨步伐上去睇一睇。好咁咧，就樓上咧，歡迎我就兩個一個房間咯。咁咧，我哋呢一個房間咧，可以作為兒童房咯，或者係作為一個小房間去使用咯。佢都係比較大噶啦，咁啊可以擺埋兩個衣櫃啦，擺埋牀咯。哦，咁啊嚟到呢邊咧，我哋一個中空嘅中空咧，所以咧佢感覺咧會非常之舒服咯。咁啊，空調咧你可能後期都係裝翻一台，兩個房間同埋客廳、飯廳都可以實用噶啦。咁呢個房間咧就係會大少少咯。咁呢個房間咧就我作為一個主人房咯。哦，咁咧佢都係有一個相當大嘅飄台贈送面積咯。係，咁咧佢都係一個非常之舒服同埋温馨嘅環境嘅。啊，咁咧就呢個樣板間咧就同啱啱我哋睇嗰個咧係一樣嘅，即係佢嗰個裝修風格咧係完全唔同嘅咯。咁呢個裝修咧就比較奢華少少。咁咧其實後期咧都係根據你自己個人中意一個裝修風格去裝修嘅。哦，咁咧佢都係一個兩房兩廳，樓上嘅話同樣係兩個房間，面積咧都係一樣嘅。係，你可以跟隨我哋嘅一個攝影師，攝影師靚仔，咁又睇翻我哋一個現場嘅一個情況咯。啊，咁咧我哋呢個裝修風格咧，佢係完全唔同嘅咯。咁我哋呢一個房間咧，咁啊佢係做咗一個塔塔米嘅形式。後期嘅話，直接可以放埋床墊咧，直接可以喺度瞓噶啦。佢衣櫃咧，同樣係都係有嘅。哦，咁我哋呢最跟隨我哋嚟到呢一個房間，咁咧佢呢個飄窗咧都係非常之大咯。咁我呢邊擺翻個張牀，同埋擺翻個櫃啊，同埋或者係擺翻書台啊，同埋利用埋呢個飄窗咧，其實非常之方便舒服咯。啊，咁咧呢個樣板間咧就係示範間咧，就我哋一個辦公嘅形式咯。因為首先入嚟咧，我哋見到沙發、前台，同埋我哋一個卡可以沖咖啡同埋洗手台嘅地方。入到嚟入邊咧，佢係利用咗左邊咧做埋一個廁所嘅。咁右邊咧，佢係做埋一個小型嘅儲物間咯。佢利用空間利用得非常之好。啊，呢個面積咧，實際上咧係同剛剛我哋見翻嗰個咧係一樣嘅。後邊呢邊咧就靠近我哋一個飄台嘅位置咧，佢係做咗六個座位嘅。咁我實際空間利用咧都係比較好咯。陽台咧佢係冇呢種面積，佢係冇陽台嘅。咁嚟到呢邊咧，樓上咧可以我哋睇睇。啊，咁嚟到我哋樓上咧，佢係利用咗前邊中空咯，同埋呢一個小型嘅會議室，同埋我哋嘅一個老闆室嘅。係咁一個空間利用咧係非常之好，而且層高嘅話，佢係完全感覺唔到壓抑嘅。好啦，嗱，而家我哋就頭先阿小六帶我哋睇過曬我哋呢個所有區位啊，同埋我哋樣板間啦。咁啊，包括咗我哋個花園啊，都同大家介紹過啦。咁而家接落嚟咧，我哋就將我哋個精華由阿小六再同我哋細緻咁樣講一次。咁我哋嘅最主要咧呢邊嘢，佢有五米層高咯，無坯交樓咯，係咁無坯交樓咧可以百變空間。咁咧可以做辦公嘅，或者可以做自己居家嘅，係咁佢總價咧都係相對嚟講比較低嘅，係、大概係八九十萬都可以買得到一間噶啦。哦，即係一百樓下就已經係成間買曬。係啊，冇錯。係啦，嗱，我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依度頭先我聽你介紹咧，佢有燃氣嘅，佢有燃氣管道嘅，係啦，仲要好大個陽台喎，係嘅，居家冇乜區別，冇錯，而且個空間有五米高嘅樓層，係非常之舒服嘅，係嘅，你睇得到我哋呢個中空就知啦，哦，完全係上咗檔次嘅嘢嚟嘅，咁啊，仲有啲乜嘢咧？比如話我哋嘅一個花園式嘅管理咯，係作為一個商業嚟講，咁佢有一個花園管理同埋。本身三萬方嘅一個商業配套咯，係，所以咧佢喺客户咧喺唔出本項目嘅情況下咧，都可以衣食住行可以全解決咯。係落雨出街都唔使帶遮。係啦，冇錯。仲有一樣嘢啊，係非常之好嘅咧，就係佢依度
同其他公寓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水電費係好親民、好接近民用嘅。係嘅，冇錯。依樣嘢又細細聲講。我哋嘅一個水電費咧，就比正常商業咧都會低好多嘅。係啦。係咁，水咧係去到四個幾嘅。嗯。係咁，電咧係7毫幾嘅，非常接近民用咯。係啦，係啦，係啦，呢個非常之少有噶啦，依樣嘢就。包括我哋管理費咧，都係4蚊一個方咯，係、嗯、平攤落嚟。如果你兩層計嘅話，實際上比住宅仲平嘅。比如講而家依個單位係59好似係嘛？58。哦，58。咁佢嗰個管理費係幾錢咧？管理費嘅話就按58方去計嘅。係啦，嗱，佢只係按你地下即係、就是、一層嘅面積計嘅啫。嗯，冇錯、哦。所以其實一個月落嚟嘅管理費完全唔貴嘅。咁就係啦、我又仲問一問咧，咁香港人上嚟買嗰個付款方式，到目前為止咧、就可以一年存款分期咯，係、一年存款分期就唔使話要求你喺7日或者一個月內俾曬存款咯，目前最長嘅一個付款方式就係一年存款分期嘅，係、大家聽到啦，一年啊最長可以俾你攤到。不需要你一次過捧夠錢回來了，沒錯，咁啊，依個亦都係我哋開發商對我哋客户一個支持啦。咁仲有啲乜嘢唔明咧，就留意我哋個聯繫電話啦。咁唔知啊，陸生仲有啲咩補充咧？我哋最主要咧就我哋交通方便咯，係啦，有燃氣咯，有陽台咯，居家式嘅花園管理咯，係5米嘅層高咯，所以呢個樓盤咧。總價咧都唔會話超過100萬都可以買到噶啦。係啦，嗱喺我哋南沙自貿區用咁嘅價錢買到咁嘅樓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嘅投資同埋我哋嘅享用噶啦。好啦，呢期節目差唔多啦，喂，唔該曬你啊，唔該，好嘅，唔該曬，好，咁我哋下期再見啦，好，拜拜。